香飘飘迎来有着奶萌脸蛋酷炫造型的代言人，是酷盖王一博吗？香飘飘迎来新代言人，是酷盖王一博吗？秋冬天的第一杯奶茶安排上，香飘飘预热，飘妹家的新朋友是谁？虽然三天后就要见面了，但为满足大家的好奇心，飘妹就先爆个料吧。看这奶萌的脸蛋，酷炫的造型，高难度的空中转体三周半，真不愧是我们优秀的波波，画风好有趣。这个炫酷的蓝帽造型是在 Q 王队长吗？这个滑板小牛牛是在 Q 我们勇敢牛牛了？终于有人记得王一博属牛了。这个小嘴儿，这不就是王一博本博？这个新品配色为啥那么像王一博本人啊？说他奶萌，不知道王一博知道不知道？香飘飘，一杯奶茶里面会含有多少颗的奶标波波呢？王一博，我是酷盖。We'll be right back.